洗手哎，但是你急是对的，你这是内行。今天交个朋友的，这可是远来的朋友啊。不过呢，首先先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场地，这里呢是台北东区现在最有名的夜店，装潢非常的漂亮，而且呢有很多大明星，像蔡依林也在这里过生日哈。那今天要招待这位朋友呢，刚好本身也喜欢去夜店喝酒、跳舞、玩 DJ 啊，他就是张根硕，还要跟他较劲一下保龄球，赶快来跟张根硕交个朋友吧。Q&A， 今天我们要和韩国远道而来的可爱大男孩张根硕交个朋友喽。不要小看他，才23岁，5岁其实就出道，已经出道18年，从小到大都在广告戏剧作品当中展现可爱自然的演技。尤其是近年来《原来是美男》这部韩国电视剧呢，更让他在亚洲地区呢累积了高度的人气。再加上他有敬业的工作态度，以及开朗又幽默活泼的个性，都让他再再成为镁光灯注目的焦点啊。而今天呢，为了接待这位远来的朋友呢，我们特别针对他的个性、喜好、年纪、兴趣，选择了这张时尚酒吧，里面有撞球台啦，当然也有包厢啊，更有保龄球道，哎，实在是太酷了，就像是张根硕一样不合适的经营啊。好的，现在就跟我一起与张根硕从头聊起吧，交个朋友吧。现在今天我们的来宾呢，就是张根硕先生。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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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Chinese， 啊，你好，我是张根硕。先逗你们开心哇，很厉害啊！欢迎你来到台湾啊！哇，开玩笑，我已经大概有10年没有看韩剧了，上一次看的是《蓝色生死恋》，但是这一次呢，因为知道这部戏很红，所以特别就看了一下这个《原来是美男》，表现的实在太好了。I bless you 啊 ，very handsome， 啊，那老爷子，本人也非常的亲切大方。上次来台湾的时候，好像有去便利商店，那后来有买什么东西带回韩国吗？아무래도그편집하는거되게좋아하는데요울렁티乌龙 tea 啊，有买吗？有买吗？没错啊，有买。哦，那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既然呢，这个要做这个招待我们这个远来的巨星，当然不能小气，帮你准备好乌龙 tea 了啊。乌龙 tea， 哇，乌龙 tea， 你慢慢 be， do be， no， it's okay， it's okay， really， I like it， you like it， yeah， 哦， can I open it？ 哎，他马上就要打开来喝，是有这么渴就对了，对，啊， OK， 怎么样？我把手干。真的、啊、哇，他为什么这么喜欢喝这种就是我们讲老人茶？왜그물을마시는것보다차를마시는게좀더심리적으로안정이되는것같기도하고향을되게좋아해요。哦，觉得喝这个会比较有安定的感觉，这样子啊，喜欢吗？喜欢吗？啊，但是呢，你要把整箱带走，必须要答应我的请求。왜요？哎，就是你要表演一个绝活给我看，好不好？请你表演削萝卜。아물을깎아야돼요아이걸로没有啦，真的，你还真的要不要？对，在那个原来是美男里面的，这个是他，还用嘴巴？好了，开玩笑，这个都是送给他的，让观众重温一下《原来是美男》的这个经典场面。哎，他现在真的想削的意思？좋은데요무도좋아요저真的哇，哇，他好好相处，什么都要，不要客气，这个也是我很担心。好了，对对对，好了，其实呢，我想大家认识张根硕都好晚了，我们都是看到这个戏才认识他。而其实他在过去呢，很早以前就开始在做这方面工作。可不可以跟我们台湾的朋友分享一下，最早接触演艺工作的时候是几岁？아마5살5岁的时候。对。那个时候我们都还在，比如说跟小朋友玩啊，跟父母撒娇，为什么你就会去做表演呢、啊？글쎄그때는제가막원해서이렇게 TV 에나오고싶다라고했던것보다는부모님이좀많이그런자리를만들어주셨던것같아요그래서카메라앞에서는게너무좋았고또그촬영하는시간을굉장히즐겼던것같아서제가지금까지오는데있어서부모님이좀그런꿈을먼저찾아봐주신게아닌가原来是这个父母的一种期望，这样子。不过人是不能忘本的，我们一定要看看以前的样子。哇，以前的这个准备많이하셨네。네，이거되게애기때인데。这个是几岁的时候？이게아마그초등학교6학년때12살。哦，很可爱，然后很健康，拍的这个内衣内裤，会不会有小害羞的感觉？哦。
되게 이 촬영을 안 하고 싶어서 많이 도망다녔었어요. 真的? 저 처음에 잠옷인 줄 알았는데 想跑掉结果没想到是现在如果再找你拍这种你 OK 吗? 세 달의 준비 기간이 일단 필요하고요. 몸을 빨리 만들어야 되기 때문에 要练一下身体 OK 吗? 练身体上半部啊 上半部这样这么尺度这么大 OK 吗? 아니 근데 작품 만약에 영화나 드라마라면 얼마든지 할 수 있어. 아, 了解. 对，一个好的演员呢，你真的碰到一个电影或戏剧需要这样演出的时候，也是 OK 的嘛，对不对？等一下帮我在这里签名，我直接写。哇，这张很珍贵啦。还有，哇，以前到现在一路以来，你看，啊，折断了，火大了。好了，这张就比较可爱了，比较青春期的，到一路到现在，帅气时尚的张根硕。啊，然后 지금봐도 되게 풋풋하네요. 对，很温馨的感觉，清纯，看到自己很清纯的样子啊。这个其实你没有什么变，没有什么变。哦，这个是大概是也是十几岁。이제 15살。哦，这时候是在干嘛？就是也是拍广告吗？是。啊，그때 그 SBS에서 했던 오렌지라는 시트콤에 나오고 있었죠. 아이씨. 그리고 유학 가기 6개월 전. 太棒，留学前拍的这样，然后一路到现在哦，变成好帅哦，所有这个少女啊，其实可能很多男生也会非常的欣赏，因为他实在是太帅了。可是现在有时候拍戏要挂那个眼线，会不会很害羞？今天没有挂吗？哎，약간 했어요. 조금 一点点，今天一点， 可是戏里面还蛮浓的。캐릭터가 그때 워낙 좀 이지적이고 좀 도시적인 남자고 약간 독단적인 아이이기 때문에 좀 이렇게 약간 세보이게 하기 위해서. OK 마. 平常没事的时候会画吗? 촬영 없을 때는 잘 안 해요. 근데 옛날에 많이 했었죠. 아. 其实这是我让我们台湾的男生可以学习的地方，因为以前我们台湾男生不会有这种观念。可是看了这个戏之后，连我都觉得，哎，好像可以画一下。这男生也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帅，然后眼睛更大。 맞아, 한국에서도 다른 한국 사람들이 그 비비크림이나 아니면 라인을 전혀 안 했었는데 얼마 전부터 한국 남자들도 이제 화장하는 걸 굉장히 즐기기 시작했어요. 啊，真的啊，哇，真的，所以各位男生也是我们可以好好打扮的时候，多多跟我们这些帅哥们学习一下。好，那还有什么保养之道呢？因为我现在近距离的看到他，各位粉丝当然你们会很羡慕，可是我好像一个观测员哦，那个皮肤好的不得了，然后气色也很好，那怎么办到的？ 그냥 술 많이 먹고 잠 잘 안 자고 화장 안 지우고 자고. 什么？你说什么？不睡觉，酗酒加不卸妆，这是什么逻辑呀？ 아니, 저 어제도 콘서트를 했었는데. 어제도 콘서트 끝나고 술 엄청 마시고 화장 안 지우고 잤어요.真的啊，就可以保持这么好的气色，酒量很好吗？你的意思是啊？ 술 되게 좋아해서 어제는 샴페인 한 13병 가까이 마셨거든요.真的啊？ 어제 팬들이 샴페인을 이따만한 걸 줬어요.这么大瓶的香槟？네. 저녁 먹을 때 다 먹었어요.哇塞，那真的酒量很好。 你一个人喝吗？那么大一瓶？아 혼자는 아니고 스태프들이랑 같이. 吓我一跳。 我以为他自己拿吸管就开始了。那喝完酒之后你会变成什么样子？就是有的人的酒品啊，比如说哇一喝醉就睡觉了，有的人就开始哭啊，开始诉苦啊。他是什么？你是什么样子的酒品啊？ 술 먹으면 저는 좀 혼자 계속 웃어요. 네, 혼자 웃고. 我也想. 네, 다른 사람들이랑 얘기하면서도 계속 다른 사람에게 술을 권하고. 웃는 얼굴로. 아, 你会一直哄人家喝酒这样，然后自己会一直想。 조금 보여드리자면. 마셔, 마셔, 마셔. 是这样，人家喝，那就好，那就好，好可爱哦，哇，真的，如果有机会跟他喝一杯，一定很开心，会抓着人乱亲乱抱，有没有？有没有？可是哪有？有没有？我有照片哦，我有照片哦。哎，我的，怎么会？有，三吗？没有啦，骗你的啊。不过其实呢，这个有时候工作压力非常的大啊，那适时的放松一下，这个是张根硕的一种方式。那除了这些之外呢，在他没有工作的时候，我们都看不到啊，好好奇。 平常在家里面没有拍戏的时候，他都在做什么？저는 TV 보는 걸 되게 좋아해요. 그래서 TV 戏剧还是综艺？드라마 보는 거 되게 좋아하고요. 네, 그리고 한 번은 집에서 한 번도 안 나가고 하루 종일 TV만 본 적도 있고, 책 보는 것도 되게 좋아하고 영화 보는 것도 되게 좋아하고.
근데 그렇다고 너무 집에만 은둔해하고 있는 성격은 아니에요. 那都不会有做户外的活动，因为像在原来是美男里面这几个大明星啊，他们要出去就有很多粉丝追，其实就像是他现在的生活一样，要去一些公开场合也是蛮辛苦的。 힘들다고 생각하면 힘들 수도 있는데 제가 항상 그 다른 사람에게 피해는 절대 주지 않으면서 내가 즐길 수 있는 권리를 꼭 찾자라는 생각을 하고 있어서 좀 재밌는 것들 되게 많이 해요. 친구들이랑 클럽도 되게 자주 가고 그리고 자동차 동호회에 정기적으로 나가서 아저씨들하고 같이 얘기하기도 하고 네. 그 차를 되게 좋아하거든요. 哦，真的、啊，所以他是哪一种车？是跑车那种，嗯，还是一般的？还是挖土机？还是？嗯，你现在跟着我试试看。混蛋！混蛋！哎，不错，你给我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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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恰恰！恰恰！ 아, 아면아, 아, 안 버리나. 아,真的，所以它是哪一种车？是跑车那种，嗯，还是一般的？还是挖土机？ 没错，嗯，特殊癖好。然后집에서리모트컨트롤。啊，游戏的也玩。哦，是哪一种车？跑车那种。스포츠카를 되게 좋아하는데, 서킷까지 나가서 막 드라이버 레이서처럼 하는 건 아니고요. 그냥 차에 대해서 얘기 많이 하고 사진 찍고. 了解，就喜欢玩车这样子。哦，所以呢，那一般生活的那种场合，他可以去吗？你会去菜市场买菜吗？你会去素食店点汉堡吗？ 네, 저는 제가 따로 쓰는 냉장고가 있는데 거기에 있는 거는 제가 꼭 사고 제가 꼭 장보러 가고 真的真的自己会去买不会怕被人家指指点点啊欧巴 평소에 이렇게 하고 다니면은 사람들이 아 오빠 이러는데 화장 지우고 그냥 모자 쓰면 아무도 못 알아봐요还是会乔乔装一下打扮一下这样子OK OK不过真的呢确实当大明星的生活是不容易的而且呢在一路以来还要跟很多不同的大明星来合作 哎啊，好，我听到长波得了便宜，我就要死了。哦，哎，你跟他说这样更容易被认出来。不是，对，以 eyeliner 安格里面他不大。也可以，画眼线就太明显了，一看就是那个在演韩剧的那个张根硕。好的，当然大明星之后呢，他也有很多挑战在等着他，比如说呢，最近他或是过去就老碰到一些要演这个乐团。 主唱这样一个这种角色，他有没有分析过为什么这么多制作人都要找我演乐团主唱 ？Why？ 대리만족인가? 사실은 저도 그 문제에 대해서 좀 많이 생각을 해봤어요. 그리고 또 늘 들어오는 캐릭터가 밴드와 음악을 겸하고 있는 캐릭터여서 굳이 제가 먼저 음악만을 찾는 건 아니고요. 제가 너무나 잘 읽고 되게 재미있게 봤던 시나리오의 캐릭터는 항상 음악을 하고 있더라고요. 이번에 맡을 메리는 외박 중에서 맡았던 캐릭터는 미남시네오에서의 아이돌 밴드와는 확연히 다른 성격이기 때문에 저는 완전히 정반대라고 생각을 해요. 好令人期待哦！虽然也是在演乐团主唱，不过会跟原来是美男稍稍有点不一样，这是他新戏里面的作品。那有没有想尝试的角色，但是现在还没有机会的？대만 올 때마다 그 말할 수 없는 비밀이라는 영화가 항상 떠오르더라고요. 주걸륜 씨가 했던 피아노 치는 남자도 되게 분위기 있고 멋있을 것 같아요. 哦，那也是跟音乐有关系。我的意思，你成为不要跟音乐有关，打女人的那种。哦，그런 적 试试看，好吧，试试看。啊，평소에 여자 잘 때리신다고？我不会，不会。但是我们可以试试看，现在好多韩星都来台湾跟台湾明星交流啊，像朴信惠也是，所以搞不好他也会有机会啊。我们试试看来演那种凶狠的男人，看看这个张根硕能不能。 하고는 싶은데 그랬다가 나중에 이제 그 드라마가 대만에 또 많은 분들이 보게 되시고 제가 대만에 프로모션을 왔을 때 공항에서 뭐 맞지는 않을까 바나나 껍질이나 뭐 오렌지나 뭐 이런 不会的，不会。你跟他说在台湾演坏人的是最红的，大家反而就是特别喜欢。哦，对，因为大家都知道那是假的嘛。
好吧，你试试看，你现在跟着我，跟着我试试看。混蛋，混蛋，不错，你给我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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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恰恰，恰恰，掌声鼓励一下啊！哎，OK 的，而且他语言能力很好，他是有偷学中文吗？我几乎没有秒差，我攻几股，哎，应几股，哎，哎，偷学中文，培养中文老师哦，好厉害哦。哇，真的很厉害，所以你看为什么会红，这是绝对有两把刷子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当然在过程当中呢也碰到很好的对手，我记得他很久以前跟宝儿合作过广告，大家转着哦，等等等等等等然后也跟像比他年长的这个何志远也就对手戏，那当然还有现在的朴信惠，可不可以谈谈这几个跟他合作过的这些很优秀大家很熟悉的艺人？朴하씨는굉장히어렸을때만났는데한10년전인것같아요벌써근데그때에도굉장히좀프로페셔널했었고정말로그매일매일촬영끝나면또연습하라고하고연습하라고하고이런모습보면은참배워야될점이되게많았다라는생각이들었고지원이누나는스태프들한사람한사람한테하는마음씀씀이가너무예쁜사람이에요그래서저마지막촬영할때도저한테맛있는거많이사주고같이해줘서너무고마웠다라고인사해줬을때되게큰감동을받았어요真的 OK 就是很大方的这样然后大家交流很愉快那现在这个原来是美男的朴信惠신하씨는드라마끝나고他怎么都听得懂没有人翻译耶他怎么听得懂奇怪耶其实他搞不好他每一句都听得懂现在有点奇怪他翻译没讲话他就哦他然后就可以来请你对신하씨는되게되게마음이예쁜사람신하씨도그래서드라마끝나고도저희 ANZ 멤버들이자주봤어요또끝나고우리들끼리스키장에여행을가서그래서스키를타고맛있는것도많이먹고술도많이먹고지속적으로계속가깝게지내고있기때문에对呀、啊，这次来台湾呢，是他们就是同台办的一个这个演唱会，然后他们就说他们现在好像情同姐妹，怎么会是这样？真的一点都不心动吗？她这么可爱，对不对？这么可爱，你一点都不心动吗？아근데여자로가끔씩보이기도하지만같이있을때는워낙그애교도많고또오빠들이나아니면친구들한테너무잘하기때문에연인보다는좀어떻게보면친동생으로보이는그런거예요好吧，不过确实呢，这个现在张根硕是属于大家的啊，所有人呢都非常的喜欢他，对，他是属于大家的，对，所以呢，他在这次演唱会里面呢，就唱了一首歌，让台下的这个台湾女粉丝都好感动哦，就是 I Am In Love 这首歌曲啊，为什么这次会特别挑这首很抒情的这个情歌？평소에제가좀잘부르는노래를들려드리고싶었어요그러니까너무드라마 OST 에국한되는것보다는장근석이라는배우가평소에이런류의노래를좋아한다라는걸들려드리고싶었고또개인적으로제가너무나좋아하는곡이었고그래서한국에서뿐만이아니라해외에나왔을때도많은분들에게들려드리고싶은생각에了解那这个 I'm in love 它在韩国是谁唱的라디라는아티스트가부르고요今天呢我们这个也没有荣幸因为我们的节目也是노래정말좋아요강추很好听哦但是我们没有听过啊我们又没有到台大体育馆然后我们这个内地也有很多观众每个礼拜都在看我们的节目你能不能唱个两句 I'm in love 我就再多送你一箱乌龙茶제가어제술을좀많이먹어서목이좀안좋긴한데살짝은조금만불러볼게요자요자요 I'm in love I'm falling in love 哎呀再掌声鼓励一下一道努力谢谢很好听而且真的是有别于在这个戏里面的那种感觉那他自己是不是也很喜欢创作歌曲만드는거야배워본적이없어서네加油啊听说你不是有写的一首歌吗是唱的歌曲가사는썼었어요아写词啊그제친구랑저랑같이만든파티브랜드가있는데제그공연에서쓰기위해서그친구가노래를만들고제가가사를쓰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意境吗되게일렉트로닉
업계에 대한 느낌이고요. 네, 그 랩도 있고 또 후크송도 있고 그래서 많은 사람들이 좀 쉽게 따라 부를 수 있는 노래. 그래서 이거 파시마 그런 생각은 없습니다. 왜냐면 그냥 파티에서 파티에 오는 사람들끼리 재미있게 즐길 수 있는 곡을 들려드리고 싶어요. 와, 好 可惜요. 나 너희 랩마? 너희 自己 랩마? 在里面. 랩도 할 수 있죠. 자 이제 눈을 맞춰 서로의 눈을 맞춰 하나가 되었어 구호를 외쳐 빠빠빠빠빠 예 짠到了太厉害我跟你讲真的 왠지 해야 될 것 같아서 真的要来一段大家会很开心因为我们最喜欢这种亲切可爱大方自然的艺人像这一次他们在台大也唱了一首很厉害的歌就是今天你要嫁给我 네. 你会唱中文歌? 아니 근데 진짜 어려웠어. 왜냐면 들은 걸 외워서 이제 하면은 좀 따라할 수 있는데 이제 프롬포터의 중국어를 한글로 바꿔서 썼을 때에 장음이나 단음이 구분이 안 가니까 이게 좀 어려웠던 것 같아요. 이거 现在没有字幕现在现场没有字幕机哦 없어요. 그 사비가 어떻게 불렀었죠? 今天还来不及，我来被我的。OK，没关系，但是真的很厉害，让所有这个进场看的朋友呢，都感受到这个张灯硕的诚意，这就是他对台湾粉丝的爱。除了这些之外，这个台湾还有什么印象留给他是很深刻的？ 제일 맛있었던 거 버거하고 마파두부 麻婆豆腐跟麻婆豆腐。 哦， 맛있었어요喜欢喜欢哎麻火锅是正常的火锅吗不是麻辣火锅对 매운 거 되게 좋아하고요 真的所以是辣是完全亏的哇 OK 好现在大家知道他对台湾的印象啊都没有在外面看看比如说哪个大楼啊或是之前对台湾有没有什么风景或什么区域有印象想要去玩一玩的 사실 그래서 제가 이번에 일정이 다 끝나고 저희 매니저님한테 따로 여행으로 오자 왜냐면 비즈니스로 오니까 항상 이제 팬들과 함께하고 있고 또 해야 될 일들이 많으니까 좀 그런 관광지라든지 이런 거 다녀볼 여유가 없었던 것 같아요. 好了，既然他呢这个来到台湾都没有什么时间玩啊，那待会我们有机会，我们来玩一下。 아, 저 이 시간은 사실 제일 기다리고 있었던 스케줄이에요. 真的吗？他很会吗？ 잘 치지는 않는데요. 그냥 이런 거 하는 걸 되게 좋아해요. 운동도 좋아하고. 真的。哇，那今天真是来对地方了。这个地方呢是台北现在最热门的一个全 新的夜店，然后呢，目前我们此刻坐在这里，同时并还没有对外开放。今天是特别为了他，我们开球道，然后包场，有没有？完全没有人。所以待会，好的，现在已经准备好要开始挑战保龄球了。Are you ready? I'm ready. Really? Yep. Okay, I got something for you. Oh. Okay, you like eat something Taiwan special? Taiwan special. Yeah. Okay. Okay. All right. First one, 来，我们来请上菜。 第一道菜啊，如果说他待会呢完全能够达到我的要求的话，好，你这样可以。What is that? Duck head. Duck. It's a mountain duck head. Okay, you don't like this? Okay, I got second choice. Second choice. Oh, bubble tea. Yeah. I like it. Yeah. This is much better than oolong tea. Ah, the oolong. You got this. Yeah, I know. You know what's this? Yeah. Bubble. Frog's egg. Oh. I heard it before. Yeah, 青蛙下蛋. Okay, this is much better, huh? All right. Okay, third choice. Number three. 第三个选择. Square? Yeah. What is it? Pig brother cake. Pig brother? P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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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pig. Blood. Blood. Skin, yeah. Yeah. Blood. Blood. Yeah. Pig's blood. I never have eaten this before. Okay. Yeah. Okay, maybe you can try. Oh, all right, maybe. Okay. Okay. So, first do I have to do what? Yes, try. Okay? Too hard. Come on! Who are you? Come on! Right. Try, okay? The. Okay, I'll do my best. Okay? No problem, huh? Okay, okay. No problem. Okay. 어렸을 때 왜 이런 사진 있으면 이렇게 나와 있잖아요. 그러면 이렇게 보면 왜 보일 것 같아요. 아니 어렸을 때 그런 적 있잖아요. 네네네네네. 然后或者是裙子就看下面. 一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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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啊中啊中好看一下耶 이거는 제가 나중에 한국 갈 때 대만에서 아름다운 추억을
行，在台湾的女朋友。No problem 哈、huh? okay, ，OK， no problem， okay, 加油，加油啊，加油！好 ，Here we go， Ready， Go！ 好，哇，在众目睽睽之下，能不能达到？ I'm sorry， I'm sorry。OK， 嗯，哇哦 ，Should I try again？ OK， 还有一杯，还有机会。Stay 啊 ，Stay 啊，加油！如果十倍的话 ，If you do 十倍 ，you also can get it、oh!。I got it, I got it, I got it, I got it. Wow! You always play bowling in Korea? You know, sometimes, sometimes. Yeah, okay. Next. Okay. Are you ready? Please.Try one, try one, only one, okay? 有，哦，哦哦哦，不过去，啊！哎 ，You wanna try again? Okay. 自我挑战哈，叫他打最右边的，他给我打最左边的。好，那你现在就打最左边的这一颗十倍。我十分钟，再次来一刀啊！哦。Did you see that? Yeah. Yeah. How? This is my shot. Yes, I know, but you're dancing. Just enjoy it, boy. Yeah, you really enjoy it. Yeah. What the fuck? I can everything. I don't believe it. Okay, 好，真的很厉害。Okay, next. You can only take six. Six stars, right? Okay. And also dancing. 加油！又来又来又来！不过我。오아지금미끄러졌어 I missed it 지금 Can I try again? 지금 Try again Seriously 加油啦加油前面已经很厉害 Are you tired? I don't want to lose No it's okay It's a first Okay 为了猪血糕哎不要打太多哎I just only need space. It's so hard. You go try. Hey, how about you? Me? Can you play this? No, I can't. Why? Try again. You're so tough. Do something. No. Do something. No. Everything's okay. No. You're a big brother. 谢谢 yeah, 我们这个张真硕真的太厉害了。今天所有的小吃都是属于他的，恭喜，谢谢。打的一手好球，为大开眼界喽！那么见识他的球技之后，我们继续坐下来继续聊一聊，了解张根硕的感情世界。其实张根硕是现在所有啊女孩子的心目中的梦中情人，可是他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呢？可不可以有一些具体的，就是说长头发、短头发、大眼睛、小眼睛、体重啊、高矮啊？구체적으로알려드리자면눈이컸으면좋겠어요眼睛要大，눈이크고목선이예쁘고그리고 excuse me 为什么颈部线哪一种颈部的不行太短了这种왜남자는이렇게목젖도있고이렇게딱그쫙뻗으면되게남성같은것같잖아요근데太像、네、太大像男生여자가이렇게너무목이짧으면매력이좀없을것같아요여자이렇게 목선이가늘어서이렇게딱예쁜그런목선들我这很真的是很专业，而且很直接了当的，就是在意脖子的线条。如果女生有一点喉结的，女生也有的时候会有哎。对，男生的목젖이있다면좀매치가안되겠죠没关系，你就叫来把它啊吧，把它打进去，把它震动吧，把它打进去。还有呢？还有什么条件？除了脖子线条，眼睛要大之外，드레스가잘어울리는것바지보다는치마나드레스가잘어울리什么意思？哦，所以。所以就是表示它的线条要这样이렇게哦这样子이거那么大이렇게인가这样子아니这样子아니야굳이이렇게보자면굳이표현하자면이런것보다네그냥이런것보다그냥이렇게
哦，了解了，还是有点曲线的。穿泳装的时候很有线条的感觉，穿裙子的时候腿很漂亮，这样子。好，今天我们刚好挑的这几位，可能都会是这个你理想中的类型哦。我们来看一下。哦，这是我们台湾的几位现在最红的宅男女神们。但是我们先让他看的是，暂时还看不出来他们女神的样子。这四张照片是一个他们比较清纯的样子。请他想象一下，到底这里面呢，谁会是最？哦，好，中间还有一个神秘的，你也可以选他。对，好，你现在先看哈、哦，安心雅，大家观众熟悉了啊、哦。这个是李玉芬，这个是豆花妹，这是瑶瑶，中间一个神秘的美女啊。现在看的都，你看这种照片，好像暂时不是很吸引。저희여자가이런빨간립스틱바르면좀부담스러워요왜냐면저희어머니가10년동안한번도바뀌지않은색깔이你向妈妈看了会难过，对，어머니会难过的。저는맨날새로운립스틱을사다드려도절대안하고무조건새빨간색을강조하지哦，真的，妈妈就喜欢那个最红最红的颜色。那特别讲说这个、啊、太像妈妈了，而且选择太红有压力。那这个就绝对不选，对不对 ？No。哎，근데뭔가이게심상치않아벗기면뭐가있을것같은데真的吗？搞不好他眼睛很大哦，搞不好他眼睛很大，对不对？然后胸部也很大、哦。要不要选？要不要看看这个？还是不要？아니에요여기、no? 저의완벽한이상형이있어요아이디어가면이哦，已经选好了。好，那我们先看看这是谁那么倒霉好了。好，各位台湾。고민합시다그럼对对，各位台湾的女明星们，对不起哈，既然让你们这样被人家嫌成这样，哎，但是你们放心，这不是台湾人，这是他本人来的。哎，我真的是比较好担心。It's you. Yeah. Come on. Don't do this again. Don't worry, I'm not a gay. Yeah, I know, I know, I'm straight. 对，哦，这个好好可爱哦。그무대에서퍼포먼스할때의그헤드윅이라는뮤지컬아공연할때였어요我的妈，好恐怖哦。No， 可怕，好可怕哦！把你猜一点。好了，这个是搞笑的时候。接下来真的，到底在这个张根硕的心目当中，这四个人谁比较符合他心目中完美的女神的样貌呢？来，저는이분이요。好，这个为什么？有什么原因吗？啊，일단너무말라보이지않고요저는약간통통한여자가좋아요是。네그리고제일중요한건눈과눈사이가조금먼아강아지같이생긴얼굴을좋아해요어很可爱很像可爱的狗狗然后呢他的眼睛的距离哎他是有研究命相是吧他就脖子他就眼睛这种很在意这种因为一般我们问这种题目哈很多明星都会打官腔啦就讲一些废话但他真的非常的直率那我们来看看其他人的变身물론다른분들도너무예쁜데对对 对, 对其他人也不错搞不好他会后悔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放最后啊准备要变身了OK， 好，准备了、哦，先看这个好不好？好，好，你最不想看哪一个？对，마지막에보고싶은보기哎，보기싫은사람。对呀、啊，当然是这个，其他的我看都差不多。你先看哪一个好了，你选择。먼저보고싶은사람죠다른사람들중에这三个，先想一个，这样看。好，我们来看看瑶瑶变身喽！哦，不要后悔哦！哒哒。后悔了吗 ？Change， you wanna change？ 아니에요 No， 아니에요 No， 还是这个？아니자꾸눈이밑으로내려가서더이상못볼것같은데对，他刚刚一看的时候，一直是看着那个板子，他都没看我哎，你都不看我，그거알아요？你都没看我。어렸을때왜이런사진있으면이렇게나와있잖아요그러면이렇게보면왜보일것같아요아니어렸을때그런적있잖아요对对对对对，然后或者是裙子就看下面。如果是他，哇，他会想要办一个什么样梦想中的婚礼？因为여기서는클럽처럼음악도쓸수있고파티를할수있으니까。哎，也不错，婚礼就穿这样吧，好吧，好吧，反正都已经不办在教堂了吧。哎，不是，还我，喂。I get this. You want to try? No, no. No, it's conditioning.What's the difference? This got the penis, you know. A penis? Yes, a penis. And this is original. I think you just try this.
I got it. Good. Yummy. 好，谢谢。You want to try this? 就是 Oh no. Hey, come on. Oh no, no, no. 欧巴。It's okay. 欧巴。不错。欧巴。他刚刚一看的时候，一直是看着那个板子，他都没看我哎，你都不看我，你干嘛呀？你干嘛在看耶？어렸을때왜이런사진있으면이렇게나와있잖아요그러면이렇게보면왜보일거아니어렸을때그런적있잖아요对对对对对，然后或者是裙子就看下面。原来所有的男人都是一样的，各位男人们。好，所以呢，抱歉啊，아오해하지마세요저만그런거아니에요우리다그렇잖아요왜对对对，我也是这样，我也是，大家都是OK 的 ，OK 的。好，所以现在暂时还是李玉芬哈。下一个想看谁？그다음은이분。好，这是叫豆花妹。哎，来看一下，三二一，变身。哦。哎，这有变吗？这个感觉还是很清纯呢。啊 ，cosplay 的感觉。哦。对对，果然真的他没有选他，你看他那没有反应，这个了，好不好？一二三。哦。可爱吗？很像白雪公主的感觉。哦，就哎，예뻐요앞에사진보다훨씬더좋아要劝机吗？劝不是吗 ？No， 还是他。对啊，还是。那你更出来。好，聪明。你要跟他讲，这个是搞笑来的。虽然很漂亮，你是宅男女生，可是她平常都在节目里面模仿，然后搞笑。所以某种程度上呢，他们两个是一样的，对，这两个，他平常是这样子的，所以你是哦，对耶，又厉害，很新的情景，你不能欣赏吗？对对对，没错。好，那接下来要来看你，你自己试哈，三，二，要不要先偷看一下？玩的一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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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了中了哈，中，好看一下，耶。이건제가나중에한국갈때대만에서의아름다운추억을在台湾的女朋友或者是纪念品啊，这个是女仆的感觉这样子啊。OK， 好了，不要说我们对你不好，整张都拿去吧，回去。啊，고맙습니다。回去，好，不要再看侧面。回去好好研究一下这样子哈。好的，讲到这个张根硕呢，他确实是非常的自然，而且也很才华的一个演员。当然呢，我们知道他过去有段时间在外国念过书。对。那个时候为什么会从离乡背景，然后跑到？사실그때도계속일을하고있었는데요그때가아니면다시학교에서공부를못할것같았고또좋은친구들을좀많이못만날것같아서어머니와함께1년동안다녀왔었죠所以是自己想要去，自己跟爸爸妈妈说我要去这样子。对。哦，去了多久的时间？一两年。哦，一年的时间，那有没有发生什么难忘的或者是痛苦的事情？네좀그곳에서의생활이좀넉넉한환경에서의생활은아니었기때문에되게어두운기억보다는되게재밌었던기억들이많아요보일러셀을아끼려고장작을제가직접이렇게엄마랑같이패서그걸벽난로에넣어서태우기도하고또전기세아끼려고촛불켜놓고책을보기도하고그랬습니다特别的一种啊，그리고乡下生活，침대를살돈이없어서소파인데침대가되는소파를사서거기서자기들用沙发床折叠的那种，네对不对？节省空间又节省，很刻苦哎。为什么要把自己逼到这种绝境呢？在韩国当明星，住在家里，爸爸妈妈照顾不是很好吗？그때도그렇고지금도그렇고저는아직스타는아니라고생각을하고요그리고그때의그시간이없었으면아마지금의저도없었을것같아요되게소중한경험이었고了解多了一些生活的体验，造就现在的张根硕。那当然了，在从小当童星，然后中间又一度去这样当这种留学生，过程当中有没有被人家欺负？因为你长得这么可爱，一定有很多男生会说：“哦，你当明星了不起哦。”这样有没有这种小时候有这种被人家嫉妒，然后欺负？我们叫霸凌啊。어렸을때부터일을했었으니까학교에서좀싸움좀하는무서운선배들이화장실에쉬는시간마다불러내서여자연예인중에누가제일예쁘냐아니가뭐누가제일예뻐요그러면은사인받아와라나니怎么办呢？他们怎么？그때그냥무시했어요
会不会觉得很讨厌这些人？其实짜증난다기보다워낙어렸을때부터이제다른사람들의시선을받고자랐으니까이제는좀뭐많이불편하거나어색하지않아요근데제가이제보는것들중에서제마음속에담아놔야될좋은것들과한번보고버려야되는그냥신경안써도되는일들을좀많이가지려고하죠太棒所以呢就除了在戏里面张根硕呈现出这种王子一般的形象现实生活当中呢他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男人了不管他的这个才华啊或者是他的思想都有非常大的这个就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很厉害哎呀真的不过当然呢这个人生还是有要步入另外一种阶段的可能如果有一天张根硕要结婚一定会办一个很棒的婚礼吧因为现在这几年台湾啊或香港的艺人啊哇大家办婚礼每个都比一个澎湃啊有人的刘嘉玲到不丹啊李心洁到那个海岛侯佩岑听说明年也差不多快了那如果是他哇他会想要办一个什么样梦想中的婚礼저는좀그일단은해외에서의결혼식은아직모아둔돈이없어서못할것같고요 이런볼링장에서결혼식하는건재밌을것같은데你客气了왜냐면여기서는클럽처럼음악도틀수있고파티를할수있으니까예不错然后你还可以当 DJ 对不对 DJ 하면서입장에신랑이新郎兼 DJ 然后还一边玩 OK 那我们就把这里场地为你保留希望有一天可以在这里办婚礼好不好주관련씨한테꼭좀물어봐주세요加油加油对那婚礼的时候既然那么特别婚礼就穿这样吧好吧好吧反正都已经不办在教堂了吧我帮你拍哎不是还我喂好这非常的开心我们今天再一次的深入的认识张根硕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进行时光宝盒啊哇来我们要请张根硕呢写一句话给十年后的自己嘿、hey, 我的朋友如果你想留下东西给十年后的人看或留下一个记忆的符号你会选择什么东西放进时光宝盒中呢十年后想要对自己讲的话对对준석아써볼게요给根硕준석아根硕아여기까지오느라你还好吗好不辛苦了自己乱翻你很辛苦来到这里啊힘드냐벌써지치면안되지죽기전까지계속달려보자달려보자너의팬들과함께粉丝们一起继续跑下去꾀병부리면죽어네썼어요哇很感动真的谢谢谢谢很感动哇其实他是个蛮感性的人근데10년후에진짜이걸보면어떤생각이들까되게궁금하네요네재밌을것같기도하고对一定会有不同的改变不过相信会越来越好对呀很感性私底下是个感性的人아니그렇진않은데不是也不是근데단순하진않아요제가혼자생각도많이하고了解好请他放进去对的这个时光宝盒同时也请他留下一个纪念品给未来的自己不知道他要留下什么东西呢好马上回答谢谢谢谢好还有没有放什么纪念品要放在我们的箱子里面10년후에요지금생각을되게많이했는데의미가좀있는거였으면좋겠어요그래서저는제가선물받았던되게소중한팔찌를여기다하나물려봐요제팔찌어디죠好把它拿进来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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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转传一下传哎呀抱住抱住抱住你的팔찌啊掉了啊Sorry, one more time. 이게팔찌인데요그냥되게편하게할수있는팔찌인데저희스타일리스트분이저한테그선물로해줬었던거예요그래서직접이제나와있는게아니라커스텀으로디자인을해서만든팔찌인데지금같이일하고있는저희스태프분들도아마이런것들을하나씩받으셨을거예요저희스타일리스트누나한테그래서10년이지나도제가그항상한계단한계단올라오기위해서같이노력을해줬던사람들을잊고싶지않아서
물론 10년 후에 이제 우리 스타일리스트 분이 결혼하고 일을 그만둘 수도 있지만 올해 아시아 투어를 다니고 드라마를 만들 때 저를 위해서 항상 보이지 않게 노력해줬던 사람들의 함께했던 순간을 좀 잊지 않기 위해서 그분이 저한테 선물로 주신 팔찌를 넣도록 하겠습니다. 其实大家知道张根硕的背景的话，就知道他也是奋斗了好多年。其实他一直强调，他们现在呢这个团队终于走到这个地方，受到很多很多人的肯定，大家要继续的冲刺下去，然后把这根情感呢永远的保存下去。啊，그리고또한가지더있어요되게비싼거라고했거든요근데나중에녹이쓰는지안쓰는지테스트도할겸这是开玩笑的 ，kidding 啊！来，谢谢，好，请坐下。谢谢，谢谢张根硕，加油加油！期待他能够赶快带着更多的作品征服全世界 ，fighting！ 加油，谢谢，谢谢，谢谢。很开心今天和可爱的花。